起来，小姐，各位，第28届的这个民政委员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怎么真紧已经来到第28届啊？哦，阮从第一届开始安尼吼，合并到28届，真无简单嘞吼。今仔个人阁袂少吼，算袂歹啊啦吼，算袂歹啊吼。拄啊要上课以前，哇，听到这个军歌呢吼，直直兴奋起来安尼吼，真有力啦，真有力吼，这歌真好听吼。当然是有人批评讲这是军国主义啦吼。但是不管是安怎吼，确实因的这个音乐创作吼，确实真牛吼，真牛做真侪足好听的歌啦吼。我听到即款歌哦，我就是要去战场啊嘞吼，真兴奋啊嘞吼。各位有影辛苦啦吼，但知影坐到即马吼，可能即马应该是下午茶的时间吼，应该是大家啉一个咖啡，食一个甜点的吼，结果各位拢无嘞吼，所以真甘心吼，安尼遮尔辛苦为着台湾啦吼。咱即摆若无拼吼，咱个囝孙嘛是爱继续嘞吼，所以较忍耐嘞吼，过头尾2点钟就会当食饭啊吼。我想吼，咱先来迄个讲一寡台湾个历史啦吼，来回顾一下吼。因为我是1936生吼，是日本时代啦吼。相信在座日本时代生的，我那袂少吼，袂少人吼。咱知影1895年吼，有一个马关条约吼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啦吼。这就是清国甲日本修台，清国输咧吼，输普通咯战争法咯。我即马才知影，就是讲两国若咧战争吼，即马讲也无爱战啊，逐个要和平啊，这叫做停战，毋是终战，终就是结束，结束战争。啥物较会当叫做结束战争呢？就是即两国不管战赢战败，即两国吼爱签一个和平条约。和平条约签了，即个战争较结束，吼、哦、所以若停战，随时嘛会当阁拍咧吼，若终战就袂使啦，就爱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吼、哦、所以1895年即个下关条约，就是因为清国甲日本的战争，才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和平条约来讲啊，你拍输，你来赔我啥物吼？就讲遮条件，讲几步安尼吼。本来呢，我头3礼拜前吼，有去日本九州吼，就是去看迄个下关条约，遐有一个纪念馆吼，就啥物李鸿章啦，啥物人吼，即个签即个条约，有一个影印本伫遐吼。本来日本是要占中国的东北啦，吼。中国东北，伊要求中国东北割予日本啊咧，结果呢，德国反对，法国也反对吼，有其他的国家反对，逐个理由拢想要摕东北啊，有人反对。第二就是讲，东北是中国本来的一个领土，你袂当来割。所以日本到尾啊咧，讲安尼啊，无你台湾啊，平和好啊咧。所以最后就割台湾啊，平吼。伫清朝迄个时阵吼，台湾是清国还是清朝的殖民地所以咱割吼。所以伫1895年，即个台湾平和怎啊割予日本？
啊，变做台湾甲澎湖是日本的领土啊，你割予人啊，对无？啊，但是呢，日本就来统治啊，吼、啊，统治，迄当时呢，日本开始要派兵来台湾的时阵哦，准备从淡水河入来，淡水河口，吼、要入来，哇，淡水河炮台啊，炮台都对准伊的船哦，日本船哦。所以日本船说唔敢从淡水河入来，伊就挖到另外一个所在去。啊，各位敢知影挖到倒去？二地，然后等二地哈，等二地定了，啊，甲用迄个步兵安尼吼，步兵有诶骑马，有诶行路，啊，甲入来台北城吼。啊，所以1895年开始吼，台湾就进入去。日本统治的时代，啊，迄当时的台湾人啊，就变成做日本的小民啦，吼，日本的国民啦，日本人啊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1941年有一个太平洋战争，吼，咱大家可能拢知影，吼，啊，日本去轰炸这个珍珠港，吼，哇，美国就真受气啊！嘞吼，你弄我珍珠港吼，啊，美国就向日本宣战，啊，就开始战争啊！吼，啊，战争拍，哇，日本话真勇嘞，一个小国家吼，啊，拍啊，中国差不多伊占去啊嘞吼，啊，佮东南亚啦吼，印尼、菲律宾遮足侪拢伊占去啊，啊，真侪吼，可能咱会知影的。先拜也好啦，亲戚朋友也好，有诶拢派去南洋受胎，吼、哦，哇，真侪去吼无倒来，拢死伫遐，哇，真可怜吼、哦。因为你战败吼、哦，啊，你阁是台湾人，啊，你撤退诶时阵吼、哦，是日本人优先啊，日本人先甲你撤退倒去日本啊，啊，着台湾人怎放伫遐吼，自生自灭吼、哦，真侪。到尾拢无转来吼，啊，各位可能有看到消息啦吼，最后经过将近了，经过要将近20年啊吼，佮一个原住民的日本兵，嘿，转来台湾吼，伊就伫迄个深山内咧拍，那拍游击安尼吼，啊，无消息啦，啊，无垃圾哦啊，啊，无手机啊，伊也毋知战争煞咧吼。伊个技术多好，啊，米来米去吼，我无简单嘞吼，米几若10年安尼吼，毋知要靠啥物活嘞吼。伊喙齿痛嘛无去过医嘞吼，腹肚痛嘛无医生嘞吼，我即个话足用个嘞吼，好啊，到尾转来台湾吼。所以这就是咱会当看到的真活一个历史啦吼。哎，啊，即、這个太平洋战争拍来到底。哇！本来日本嘛袂输呢吼，日本嘛真勇吼，但是呢，美国这个原子弹呢太厉害了吼，弹两粒原子弹落去吼，一粒伫那个沙基吼，啊一粒伫迄个希罗西嘛吼，好啊，原子弹确实厉害，弹下到来吼，这都市拢差不多烧袂去吼。啊，毋若烧要去吼，即、這个都市要经过几若十年，才有法度阁大人，因为内底有辐射吼。啊，即届即个日本的即个311的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地震吼，啊甲津波吼，啊弄一个伊的迄个核子发电吼，嘛是破坏啊。啊，即、這个核子吼，即、這个辐射确实厉害。即摆伫迄个马自西马即个发电厂个所在啊，差不多20公里范围内底吼，啊，佫袂算大人，住伫遐人，你若疏开，袂通转去啊，吼，啊，伊即摆是讲，可能10栋，可能20栋，你较有法度佫倒转去，哦，各位佮想咧吼，啊，我若住伫迄个福古斯嘛，迄个发电厂附近内底，啊，我一生吼，啊，拢伫遐起厝，伫遐吼，啊，培养我的即个
囝孙啊，我雄雄安尼来，拢无去啊，连即块土地嘛无去啊，土地你袂当转去啊，有辐射吼，啊，所以这确实有影厉害吼。啊，到尾日本来投降啊嘞吼，因为原子弹沉落去到地，哇，你一定要投降啊。啊，投降了，变作安那，因为你真济咱即个较少年的吼。受到国民党教育，拢毋知影讲，日本投降，啊，台湾呢？台湾煞拍赢呢，煞变做安尼呢吼。我台湾，台湾都中国啊，啊，所以阮拍赢啊，啊，实是对历史吼，真有误解啦吼。啊，我伫网络嘛，捌接到讲，我咧空袭的时阵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日本来轰炸阮岛呢吼。我你是讲对啊，唔对？迄当时台湾都日本的领土，哪有可能日本来轰炸恁岛？迄是美军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伊这历史拢不清楚吼、哦，所以真可怜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1945年终战的时阵，日本投降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虽然是日本投降，伫台湾本土的台湾人。啊，佫是日本籍哦，是日本人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是日本籍，吼、哦。一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了了后，日本伫条约内底放弃台湾佮澎湖的一切管理，从遐开始吼、哦，咱较毋是日本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喏。台的是日本人呢，咱遐先拜啊，遐拢是日本籍日本人呢，伊伫遐台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迄是真唔对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美国这条线嘛爱甲算咧吼，伊、哦、无保护咱遮个台湾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战败了后，台湾人汹涌伫旧金山合约了呢，即、這个。中华民国甲这日本有订一个叫做《日华合约》，吼、哦，各位可能知影吼，《日华合约》内底甲讲，伫1945年，伫台湾这本土台湾人呢，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有中华民国国籍啦。被看作哦，佮写安尼哦，即条安尼写吼。本来咱是日本籍个咧吼，啊，伫1952年个日华条约讲，啊，恁遮台湾人，我佮你看作是中华民国个国籍个咧。啊，所以咱雄雄呢，即、這个条约落去呢，所有迄当时可能差不多600万个台湾人哦，都变作中华民国个人啦。哦，啊，即是。国际条约内底袂当安尼讲集体吼，几啊百万人的国籍都变过，无即款代志啊！哈，啊尾啊呢？啊，咱知影伫1972年，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阵吼，伊将即个日华合约，伊讲日华合约失效啊，我无要侵略你中华民国啊！啊失效啊！啊失效啊！咱的籍变做安那呢？咱变作无国籍个吼，啊，所以林志升先生顶吼、哦、去告即个美国，最后迄个判决就是讲台湾人无国籍吼、哦，就是单只来个吼、哦，因为迄个条约嘛废掉啊，啊，所以咱煞毋知咱是啥物国个啥物籍个咧吼，所以这是台湾的即个地位吼、哦，才变作安尼吼，啊，咱知影。马关条约，台湾平和挂日本的时，日本对台湾有主权，吼、哦。虽然旧金山合约，伊讲伊要放弃啊，吼、哦，啊无讲台湾的主权要互相无讲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各位你个想，大家拢可能拢有不动产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有一间厝，有一个不动产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不动产是我的名嘞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有一挂人吼、哦、来甲占咧吼，啊来阮兜住咧，
啊，来啊，吞大嘞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着起膜拜哦，啊，啊，即件事我无爱啊，好你啊，吼、哦！我无爱，我放弃啊，啊，我着走啊嘞，诶，走啊！你虽然走啊，你放弃啊，吼、哦，诶，所以权啊，阁是我的命嘞，无过户啊，啊，当然是伊的命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日本相共，吼、哦，伊讲伊放弃啊，诶，啊，无送啊，无过户的手续，啊，所以台湾的主权呢，游玩。啊，搁伫即个日本的手内，吼、哦，即点咱爱认识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至于讲即个1945年中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中国遐尼啊大遐土地，东南亚遐土地，澳大利亚土地，诶，拍输的人，哎，拍赢人爱去接受拍输的啊。哦，接受人投降啊，啊，所以就是日本呢去占领，无美国去占领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后去占领琉球，啊，即个马克萨呢发一个命令叫，伊毋是叫中华民国，伊叫 Generalissimo 蒋介石，伊讲蒋介石将军呢来接受，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吼、哦，都是因为安尼吼，蒋介石伊才有法度过来台湾占领台湾。吼、哦，这是中华民国开始占领台湾的开始。啊，伊占领时变作呢，战争的结束呢，都要有一个军政府。蒋介石是代表民军来统治占领台湾。吼、哦。这是迄个情形，但是即马台湾问题更加复杂，就是安那呢？你1945来占领嘞吼，但是蒋介石甲毛泽东，伫中国还搁咧台呢，吼，还搁咧内战呢，啊，结果1949年共产党拍赢，拍赢你，伫蒋介石也走路啊吼，迄当时蒋介石是贼啊。如果伊无爱做迄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代理总统上咧，李宗仁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1949年共产党拍赢时喏，啊，李宗仁嘛走路啊，伊走来美国去啊。啊，蒋介石咧，伊嘛走路啊，啊，无死啊，啊，伊就走落来台湾。啊，本来咧，伊也毋敢来台湾，伊就派陈诚来吼。哦啊，就先问陈诚讲，安尼伊来台湾有安全啊无啊？啊，陈诚讲无问题啦，来就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甲特地来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蒋介石从中国走来台湾，中国甲台湾是两个无共的国家，吼、哦。因为台湾伫1949年是日本的领土啊，中国的蒋介石。是中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走来台湾，就是流亡啊，吼、哦，一个从中国流亡来台湾的一个政府，伊是流亡政府，啊，所以这个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呢，有两层的性格，吼、哦，一层就是伊占领，1945年，吼、哦，伊受民军的这个命令占领台湾。1949年，伊拍输啊，流亡啊，逃亡来台湾，所以两个性质。啊，照讲呢，你流亡去人的所在，你无可能讲全所有领土拢共占去无啊。你讲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，伊嘛是敢若一个都市尔尔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就是因为有即两层性质吼，伊到我都直直甲你统治落来。啊！但是伫国际上呢，大家拢真清楚吼，讲你袂使叫做中华民国，你来叫做中华台北 （Chinese Taipei） 吼。啊，这有前例啦吼。Chinese Taipei 的意思呢，就是讲中华民国流亡伫台北，这叫做 Chinese Taipei 吼。啊，以前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法国嘛。和德国占去，伊流亡去英国啊，
嘛变做法国流亡伫伦敦的一个政府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的意思就是讲中华民国流亡伫台北的一个意思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到即摆，咱就知影讲，哎、欸，台湾的这个地位是安怎吼、哦？台湾的地位就是讲。即马啊未定啊，唔知影咱是属倒一国的，啊拢啊唔知影吼。但至少咱知影，即个台湾的所有权，啊搁伫日本的手内，台湾的管辖权呢是美国委托蒋介石来管台湾的，但是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吼。伫即个旧金山合约写啊真清楚吼。美国就是讲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主要占领权国，意思来讲，伊战胜者就对啦，吼，伊有法度管辖战败国的领土，吼，啊，所以台湾是战败国啊，所以美国会当管啊，啊，所以目前就是讲台湾的现状呢，主权伫日本的手内，管辖权伫美国的手内。啊，所以咱真不幸哦！啊，到底唔知要找啥呢？吼、哦，是要找日本，还是要找美国？吼、哦，还是两个拢找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民政府这边呢，有计划讲下礼拜吼，四月二七要去日本大使馆去抗议，吼、哦，讲你对台湾有义务，吼、哦，来解决台湾的地位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刷来要去 AIT 这个美国的代表处吼，嘛、哦、给抗议，讲、哦、你有对台湾有管辖权，你来出面来解决这个中华民国的代志哈，啊，要去抗议者，我是讲这真好啦哈、哦，真好一个行动哈、哦。啊，即摆刷来，我想就是讲要来讲中华民国。是毋是一个国家？吼、哦，哇！咱伫台湾拢发啊真大声，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伫国际上，啊，美国一再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嘛毋是国家，好、哦、奇怪咧。啊，人个话你毋是国家，啊，你讲你是国家咧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嘛火气咧，吼、哦。因为啊，咱个护照都中华民国啊，啊，都无毋对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身份证嘛写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呢，吼、哦，哎，那是国家啊，吼、哦，唔是，因为护照这个物件呢，咱讲中文翻作护照，吼、哦，其实伊的英文名是 travel document， 旅行证件，哦，你要去各国旅行，了解证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证件就是有这个合法的政府发的。旅行证件啊，所以护照这个物件，并不是证明讲你是倒一国的，不是这意思，是旅行证件的尔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人一直咧发，甚至呢，啊李登辉吼，伊、哦、做哇十二年的这个啊领导者呢吼，伊嘛咧发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中华民国。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的国家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啊，嘿，唔对呢，吼、哦！因为中华民国，伊来台湾呢，对台湾无主权呢，主权唔是中华民国的，啊，所以一个国家的要素，吼、哦，就是人民、政府、土地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有外交的这个能力，吼、哦。啊，土地都毋是伊个啊，有啦，伊金门妈祖伊个啦吼，伊会使等于金门妈祖讲我是一个国家，即会使。啊，伫台湾安尼讲袂通吼、哦。啊，即摆就是真不幸，就是讲你民进党个也对咧话咧吼，吼、哦，迄较早咧选总统个蔡英文啊，伊嘛是讲哎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吼、哦，迄唔对，迄是历史上讲的袂通啦吼、哦。而且安尼讲吼，真危险啦。安那讲真危险呢？啊，咱了解吼、哦，国家甲政府吼、
是两个无同的概念啦，吼、哦。政府这个物件是会当迄个变，会当变吼、哦。国家袂当变，诶，安怎讲呢？比如讲，卖讲上吼，你讲中国的元朝，吼、哦，元朝、清朝拍倒，吼、哦，推翻，啊，元朝嘛无去，吼、哦，啊，清朝起来，元朝是。咱咧讲元朝，其实是一个元朝政府，啊，叫清朝政府拍倒毋吼，啊，但是元朝也好，清朝也好，伊嘛是叫做中国，因为这国家无变，但你政府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政府变的时阵吼，清朝会当接收元朝以前遐所有的资源、所有的财产、不动产、领土啥拢会当接收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清朝哦，孙中山拍倒，啊，变作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伊改名，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政府，清国啊是清朝无去啊，但是伊嘛是中国，所以中国无变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倒的时阵，诶、欸，政府变啊，领导者变啊。领导者是毛泽东啊，啊走路的是蒋介石啊，但是伊国家嘛是中国啊，国家无变啊，所以咱即马若讲台湾，啊是中华民国顶有台湾哦，哇，对咱真歹，就是安那呢？中国迄边啊，阿强的阿力啊，会使来接收台湾啊，因为你政府变啊，国家无变啊。啊！你讲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财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，因为伊拍赢啊，啊你是走路的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有一个概念就是讲，一个国家，敢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啊，两个中央政府啊，你要安那管理这个国家，一定会拍起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一个国家一定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啊，另外迄个政府咧。伊毋是中央政府，伊就是叛乱的政府。啊，所以就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这个政府，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。啊，蒋介石这个咧，伊是叛乱的政府，吼、哦，伊叛乱团体，啊来走路，啊所以走来伫台湾，吼、哦，这个情形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讲。国家甲政府无共哈，啊，咱知影当时头到1970年代哈，迄、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引进入去联合国的时阵啊，哦，伊就开始接收中华民国的大使馆，伫德国、法国啥物，所有的大使馆拢互即个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占去呢，因为。一个国家你会当继承吼，还是承袭以前迄个政府啊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过去中华民国伫国外遐财产、不动产，结果拢吼阿强也杀去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当时我伫遐时，哇，真侪大使馆内底古董有诶无，大家千三万搬啊，啊，若无想接收伊啊，吼、哦，就变做即个情形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台湾吼，咱袂使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安尼咱温死的吼，啊，这唔对吼，啊，事实上嘛唔是安尼啦吼，所以讲到这，咱就真清楚吼，啊，这个台湾的地位，啊，中华民国是啥物物件吼，啊，伊就是占领啊，甲流亡。啊，来这个所在啊，一直到今嘛安尼吼，所以伫遮咱就真清楚啊啦吼。啊，这个台湾的关系，中华民国的关系吼。啊，即嘛就是讲，中国人啊，甲台湾人啊，到底是有相共啊无？吼、哦，无共吼。即、哦、嘛就是讲，咱若要申请。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啊，
就要证明讲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咱唔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中国人，你可能袂当穿咧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是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吼、哦。诶、欸，啊，你变哪证明你是台湾人，吼、哦？即摆就是讲，伫1945年迄个时阵，战争都停战的时阵吼，伫台湾，即个有户籍的台湾人，啊，甲伊以后即个子孙，就是台湾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。1949年，对蒋介石逃亡来台湾，即个中国。较早叫做难民啦吼，吼、哦、几百万人咧吼，遮、哦、就是中国人吼、哦。啊，即摆就是讲啊，来遮中国人甲台湾人啊结婚咧，啊这是要哪算吼？即、哦、有迄、那个台湾民政府有一个法吼、哦，啊会当厘清即个情形到底要哪判断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台湾人甲中国人无共吼。啊，各位毋知有捌听到？一个医生哈，专门咧研究这个 DNA 哈，这个血啦哈，叫做林玛丽哈，唔知各位捌听无？林玛丽医生哈，伊专门咧研究哈，根据你的血，啊，你会当对撞你的祖先是啥物，从倒来哈？啊，伊的研究的结果就是讲，台湾人。伊个血啊，甲伊个祖先啊，含中国人个血无共，吼、哦，迄构造无共，啊，所以即、這个中华民国历史册拢爱讲，哦，咱拢是啥物黄岩个子孙咯，啥物咯，啊，啥物无影啦吼，因为你血型根本无共啊，血构造拢无共，即上科学个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实事拢乱讲啊吼，啊，咱拢吼。哦，安尼无干嘞，灰沙沙吼，哎、欸，所以即摆来讲，中国啊，甲台湾吼、哦、是无共吼，啊，咱知影讲，啊，咱是台湾人安尼吼，啊，讲到遮吼、哦，我想来讲一个较轻松的，讲一个较轻松的吼、哦，啊，我台南人啦吼、哦，啊，细汉。拢伫台南，毋捌离开台南咧吼。小学也好，中学也好吼，啊大学也好吼。啊，我读的是即个建筑啦吼，读成大建筑系吼。啊，迄当时差不多1950、60年代啊吼。啊，台南部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吼，阮遐同学咧啊。我拢讲个草地囡仔吼，大家拢讲台湾话啦，无咧讲中国话吼。啊，所以台湾话个讲了真好吼。啊，考入去即个成大个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因为我设计课吼，啊设计真好吼。啊，所以伫大学4年个时阵，即系主任吼，伊是中国人啦吼。系主任来甲讲个吼。讲你若做兵了吼，啊你转来下里做助教安尼吼，哇、哦、我听着也真欢喜嘞吼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年代啊，吼、哦、要找头路足困难嘞吼，啊毕业了煞毋知要安怎吼，啊迄、那个年代吼、啊、有一个风气，就是讲大学毕业生啊，大拢要出国，因为你若出国了吼，等于你解脱了就对啦，脱离开即、這个。国民党的统治，国民党的政治控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大学生大家拢想要出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做兵了呢，啊，我就等于建筑系，吼、哦，成大建筑系做助教，吼、哦，诶，啊，做差不多2礼拜了呢，啊，这个学校的教务处啊，就叫我去啊，伊就甲讲，诶，啊，你袂使来。好好做做搞安尼吼，啊！迄阵咱少年嘞吼，啊，佫毋敢来讲啊，到底是安怎，还袂火一下嘞吼，那佫毋敢嘞吼。啊，尾仔较了解呢，我伫大学4年个时阵吼，啊，咧教阮水菜一个
教授、老师吼，我来中国来吼，我水彩嘛画了袂歹吼，所以逐摆还没出去写生啦吼，因为伊来台湾咯，嘛袂晓骑脚踏车咧吼，我著骑脚踏车载伊教我写生吼，还我袂歹吼，拄伫迄个四年诶时阵，哇，伊著摕一寡表吼，表格安尼，要叫我填啦吼。伊讲你这个表格填填的吼，你以后要办出国吼，真方便安尼吼。你若去国外读册了，转来吼，要找头路方便吼，足侪好处就对啦吼。咱迄阵少年嘞吼，佮有正义感嘞，讲你填这表嘞，足侪好处嘞吼，无填表的人嘞，无好处嘞。我想讲，安尼毋对嘞，吼、哦！等于你入党化，好处几大堆吼、哦，你无入党，歹势，你党拢袂通安尼吼，所以我会拒绝啦。结果了呢，就是点样做记号吼、哦，所以我做够嘛袂当做嘞吼、哦，所以好啊，我就包啊款款就转来嘞吼。哦转来就讲当兵啦，毕业啊咧，你嘛袂当去靠爸母呢吼，所以我就包括我看看，就来台北啊吼。台北拄拄啊，即个中立吼，才有一个中原大学吼，迄个时代叫中原理工学院吼，遐拄啊咧办一个建筑系啦吼，需要人吼，所以我就去遐做迄个助教吼，因为即个系打开始吼。教授拢台北来，吼、哦、台北咧开业哦，开业了，剩的时间伊较来遮教册安尼吼，所以做助教真辛苦咧吼，伫遐校长兼讲经吼，人拢做了对啦吼、哦，伊当时就是办出国哇，请学校吼、哦，我着请真济学校吼、哦，结果呢有三间大学呢，甲准了对啦吼。哦伊个入学复课了，对啦，admission 吼，拢有互我，其中一间大学呢，互我即个专业的即个奖学金，叫做 full scholarship 吼。什物叫做专业的专业的即个奖学金呢？你毋免学费，你也毋免注册费，吼，你也毋免宿舍费，你也毋免食饭费，吼，我哪有遮好康的代志，吼。人拢毋免嘞吼，讲是安尼讲吼，你台北到美国，你行路袂到呢，收水嘛袂到啊，要安怎？一定爱坐飞机啊，无你爱坐船啊，吼、哦。迄当时是美金是一箍兑40箍呢，哇！迄阵的经济普遍拢真歹吼，阮爸母都咧烦恼啊咧吼。讲即个囡仔呢，诚无容易要会当出国，即满呢，飞机票要倒免啊买安尼吼，所以阮老母安尼，将伊个金破链、金手指、八百呢吼，都摕互我啦吼，讲你则摕去高雄个桥仔头吼，我一个阿舅伫遐咧开金仔店吼，伊讲你则摕去换现金嘛咧吼，就是摕去换现金来买机票安尼。伊当时诶留学生真趣味，真侪拢要出国吼、哦，所以留学生是坐包机去美国诶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吼、哦，所以你嘛真奇怪诶现象吼、哦，所以去到美国了呢，哇，逐个真欢喜，着准备迄本护照呢，要等落去便所啊吼，迄本护照无来啊吼，着、哦就是准备无要倒来就对啊啦，吼、哦，反正我脱离国民党吼。哦就无爱转来安尼，我要离开台北的时阵吼，我伫中原大学，伊的教务长呢是美国人吼，所以我伊个三思啦吼，我要去美国读册吼，所以我做够要死掉安尼吼，哇，伊真好咧吼，伊讲安尼哦，安尼伊即个西雅图吼有一个朋友吼，伊就甲我写张批吼。就是推荐函啦吼，
讲你去西雅图去找吼，伊会甲你照顾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从台北第一站飞去美国落去，飞去西雅图啦吼，西雅图遐拄拄有一个世界博览会吼，啊去遐，我是讲学建筑的吼，来看一下博览会吼，世界各国的建筑物拢伫遐吼。啊，学习的真好机会，啊，所以我就先去西雅图吼。啊，迄阵出国吼，我是出国是1962年啦吼，我五六十当前安尼吼。啊，迄阵出国第一摆出国也毋知影吼，戆戆安尼，赶一个拖浪牛落大骹安尼，啥物拢钱钱落啦吼，衫啦裤啦。盗版的册啦，啥物拢钱落啦吼！哇，钱落足重，咱咧旅游知影吼。大骹的分做细骹的，较好寒吼。啊，毋是以前咱毋知，寒到后尾当时吼。啊，到西雅图的时阵吼，落飞机了。啊，咱知影美国吼，大都市拢是住一寡较中下阶层的人吼。啊，即个白领的吼，白领家己拢住伫郊外，一区一区的郊外吼。啊，所以伊即个朋友当然是住伫郊外吼。好啊，我著真揣咧吼，啊，著坐巴士安尼去到迄个所在吼。啊，巴士是无驶去到山顶，迄个山脚落爱落车咧吼。好啊，拖拉机著海去到山顶吼，揣，我揣着迄个住址咧吼。哇，真欢喜啊！就电影就给试落啊，吼！试几部呢，无人用呢。我哇，这车啊，当要安怎呢？我行李搁这重呢，吼！啊，这要等于西雅图市内，啊是要住底，嘛唔知啊。啊，火车头啊未大只啦。哇，这车歹啊嘞！搁看到一台车驶去，搁我倒转来，啊，就来甲问呢，问我啊，你是要找啥啊嘞？我就找。即、这个住址的主人安尼啦，伊讲安尼哦，伊讲无啦，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 劳动节，都九月初啦吼，劳动节啦，全国拢放假，大家拢去度假啦，无人啊，哇，我真是土去啊嘞吼，啊，搭要安怎啊？这行李搭要安怎？哇、啊，这美国人个真好咧嘞吼，伊讲你唔免烦恼，来住阮家啦吼。哇！伊拄着贵人嘞吼，我一下来甲答应啊嘞吼，吼、哦、要带因兜安尼吼，啊好啊，啊着对伊去啊嘞。啊，迄阵出国吼，啊我是乌打伞吼，3:8，啊个撸一个五分啊头吼，伊看我3:8吼，哇第一下昏呢，着煎一块 steak 吼，牛排要请我嘞吼，我一生都毋捌食牛排嘞吼，第一摆食牛排吼。哇，刀啊、签啊，举个就甲切个呢。哇，夭寿啊，血塞塞嘞。啊，大家是要安怎食？但是人的好意啊，你嘛爱切哦。我着含迄个血嘛，安尼薄薄吞吞的安尼吼。啊，发呕死呕死安尼吼。哎，好啊，我印象足深的啦吼。啊，我着甲伊讲，啊，我来西雅图，因为我学建筑的吼。啊，要来参观博览会，吼、哦！我伊讲无问题，无问题，安尼吼。啊，所以透早呢，甲载伊博览会门口，哈、啊。啊，下晡时4-5点，才来甲载啊，载转因家安尼吼。啊，结果我伫因家，哇，住差不多，我才袂啥记，啊，4天到5天啦，吼、啊。啊，住了呢，哇，来去校去报道安尼吼。啊。咱知影美国吼、哦，美国迄生态了有够大个啦吼。西雅图是伫美国个西部咧，我学校是 Pittsburgh 吼 ，Pennsylvania 吼，伫东部咧吼。啊，迄阵咱无概念咧，我想讲，你着家人坐到屏东嘛，10点钟好无吼、哦？我伊讲我要坐牛奶汉巴士啦吼，回国校个。伊讲，你坐回国校个，我咧海头咧。伊讲火锅足远哦，你啊坐真久哦。我会想讲，我落地啊，都第300块美金尔嘞吼。啊，俗就好啊嘞吼，啊，佫会当观光嘞，哪会歹？
我嘛是要决定坐火锅号安尼吼，所以就较早去火锅号车站安尼吼，啊，就坐迄个火锅号的。哦，坐一个尾仔较早吼，坐差不多5暝6日吼，坐一个遐熬夜，喙齿拢肿起来吼，因为拢困伫车内啊，吼，困啊伫车内。啊，食无啦，吼！伊就到一个站，互你倒来，啊去食物件，食食，佮爬上车，啊佮直直驶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拢伫车内咧困吼，哇，真辛苦啦吼。所以以后呢，各位莫坐这吼，来坐飞机吼，来坐飞机。啊，所以这段就是真心酸啦吼，这较早这留学生就是安尼吼。所以我去到美国了呢，第二年哈，因为美国跟台湾无共哈，你什么册拢会当看哈，啊，所以我就收到日本寄来的这个台湾青年啦哈，你讲台湾的问题哈，啊，台湾安那受到国民党的这迫害哈，并政治压迫哈，这个问题，诶，啊，佮了解哇，台湾原来就是安尼哦，较早读册拢无读册嘞哈。啊，搁去看迄个 George Kerr 吼，写即个《Formosa Betrayed》吼，被出卖台湾吼，啊，较了解讲，二二八事件都是安尼发生吼，啊，遮侪台湾人，国民党啊拍死安尼吼，哇，啊，就开始对国民党安尼不满嘞吼，啊，所以我伫第二年吼，去美国第二年就加入去。伫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啦，吼，就讲安尼做一个台湾人，你嘛替台湾做代志啊，啊，拍拼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读册了呢，啊，就去石头路，啊，一边石头路，啊，一边就做台湾独立运动安尼，吼，啊，拄啊，伫迄个1970年啊，即、这个蒋经国啊，伊迄当时是副院长，吼。啊，副院长呢？啊，蒋介石想要栽培即个囝呢吼，唯一的囝呢吼，伊几个我毋知啦吼，啊，都要栽培蒋经国，啊，就甲送来美国呢吼。哦，这海外这台湾留学生啊，大家真欢喜，哇，这机会遮尔啊好啊！迄边啊，话讲爱暗杀，即边啊讲爱暗杀，我大家拢要甲暗杀。啊，结果呢，伊来到美国呢。啊，我迄当时是台独联盟吼，即个秘书长吼，讲即机会确实有影好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叫我下骹人摕一寡即个武器来吼，所谓的武器就是手枪啦，手枪甲枪支啦吼，毋是迄个长枪安尼吼。哇，啊下骹即个姓陈的呢，我伊就摕来互我安尼，啊，就准备吼，啊边。安那开啦吼，啊！我做兵的时候，我做海流啊吼，啊，所以这武器应该是拢啊，搁会晓用啦吼。啊，即摆就是讲，啊，你买招一寡人啊，该一个要安那行动吼，所以我就招我一个舅啊吼，吴文雄吼，啊，伊迄当时伫康奈尔大学伫读博士。我甲招先，佮一声就答应呢。伊讲好啊，即赞啊，吼、哦 啊，佮招另外一个吼、哦，我那带头联名的吼，拢、哦、总有三个啦吼、哦。啊，迄一天呢，伊伫1970年4月24日吼，伫纽约市，伊有一个叫做 luncheon 吼、哦，就是午宴啦吼。哦伊中昼时啊，请一寡美国的生意人食饭吼，啊，伫一个旅馆叫做 Hotel Plaza 吼，哇，这真好机会吼。啊，迄一天呢，4月24日呢，中昼时12点，哇，我搭车就来啊嘞吼，我看着蒋经国坐伫车内啊吼，看足清楚的吼，啊，开枪呢，毋是我开的。是吴文亮先生开的啦吼，啊，伊就藏伫即个旅馆的大厅内底吼。旅馆的大厅哇，啊，拢警察人员呢，吼、哦，美国联邦政府的便衣的警察吼、哦，啊，甲穿制服的，
纽约州吼、哦、State Police 吼、哦，纽约州的警察便衣的吼、哦，啊，搁纽约市的吼、哦，啊，搁种个迄种英国家己查个保镖，规大厅拢政治人员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吴文亮先生伊怎啊藏伫内底？伊嘛毋知伊是政治人员还是刺客啊？伊毋知啊。哇、哦，这结果哇，搞啊先，哇，人个开门啊，伊就行起来，行去入去大厅吼、哦。啊，大厅了呢，吴文亮先生就开始开枪啊，哦，手举起来要开啊嘞。伊边啊徛拢警察啦、啊，啊，警察拢有训练啦，要看有人举手起来了，手就甲弄一下吼、哦，结果了枪支。插中英个头壳呢，插到二十公分啦，都拍无着吼。啊，无机会拍第二门呢，我警察足大丛嘞吼，将个手杀嘞吼，人个饲咧涂骹啦吼，饲咧涂骹了，哇，三四个警察就冲我啦吼，拢拢甲跌落去个骹呢吼。啊，伊人足细汉嘞，比我较细汉吼，哇，讲跌伫涂骹起毛歹嘞吼。伊怎啊等迄个警察嘞两支？脚的中段弄出来吼，都徛起来吼，啊徛起来要怎嘞？伊话讲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，伊讲我徛起来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吼，意思我卖甲饲个土啊，对我徛起来好啊，吼，伊就徛起来。所以迄一天呢，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就是伊讲的这条吼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，啊不然呢？我看伊用饲咧涂骹呢，啊，我怎啊冲我个吼？结果嘛，还袂冲到呢，我叫警察瞄一下吼，吼、哦、用个插棍啊，甲瞄一下，瞄着我目镜吼。啊，结果刺杀蒋经国这个代志吼，唯一流血是我。哦，我头壳流血流啊吼。啊，结果阮两个怎互美国警察扣留吼？啊，有甲送去病院，哇，天六七点安尼吼，啊，了着将阮两个起诉啊吼，啊，起诉了呢，过年较开庭啦吼，啊，开庭的时阵，吴文亮是当场开枪啊，啊，佮警察杀着啊，你一定爱承认讲你有做啊吼，伊讲有啦，啊，我有罪安尼吼 ，I'm guilty 安尼。啊，我就甲伊讲无啊，啊，即项我无关系啊。哦，啊，伊就要证明我含这有关系嘞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迄支枪呢是有登记的枪啦。伫美国呢，买枪足简单嘞，你用驾照吼，互伊登记者吼，你就会当买枪。啊，结果枪摕来互我迄个人呢，无甲我讲这有登记啊。哦，啊，结果。有登记啊，所以找到迄个姓陈的遐吼，啊，就甲迄个姓陈的讲，讲你来出来作证，啊，你若无作证吼，要甲你起诉哦，因为你摕这个枪吼，越过州界，美国有一州一州吼，你若摕武器越过州界吼，就违反联邦法，讲要甲你起诉，哇、哦，伊就足紧张啦吼。哇！就出来法庭安尼，一五一十拢讲啦吼，讲我当时摕枪来阮家，几粒枪支要创啥？啊，结果呢，陪审团就讲，哎、欸，这个有代志，有代志，就甲判有罪安尼吼。啊，结果法官就讲，哎、欸，恁两个人吼，无时无日来出庭，要甲恁双判吼。啊，所以迄一天呢，啊，阮两个拢流酸啊。都无出庭啊！吼，啊，我陪咱迄个水电去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吴文亮呢，伊走咱加拿大去吼，抓伊无着吼，伊一定拢无抓着伊啦。啊，我陪水电呢，是摕别人个 passport， 我嘛无护照啊，我去美国护照都等来半座桶下咧吼，哇，啊，我是借别人个护照吼。吼陪去水师，了阁陪去水电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外国人看咱东人嘛是逐个拢感面嘞，吼、哦，拢感面，像咱咧看阿斗啊相共啊，逐个拢相共啊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真顺遂去到水电吼、哦。啊，着去到着穿政治皮吼、哦，诶、欸，
过三个月尔就准啊嘞吼，政治庇护就给我，诶，我是讲安尼安啦吼，啊，有政治庇护我都毋惊你啊嘞吼，啊，结果呢，美国向即个瑞典政府啊提出引渡啦，讲要甲引渡等于美国啦，因为瑞典甲美国伊有引渡条约，啊，所以伊若申请引渡吼，会倒来掠人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就甲杀起来安尼吼，啊，但是印度即个物件吼，毋是讲我要定这人啊，你来就印度啊，毋是，伊来阁经过法庭的即个审判，即个人会使印度还是袂使印度安尼吼，啊，我伫水电局拘留三个月吼，啊，印度条约我甲读吼，诶，你所犯的即个罪吼，若是政治有政治性质的，袂使引渡吼。即、哦这个罪若间接的有政治性质的嘛，袂使引渡啊。诶，啊，你要刺杀蒋经国，敢毋是政治性质？啊，无为啥？啊，是为着钱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毋是为着情啊，对无？为着政治啊，啊，当然是政治性质啊。但是有当时啊，法官咧判吼。毋是咧考虑即个条文啦，有当时也是政治考量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伫瑞典三个大法官内底吼，投票的结果呢，两票对一票啊。一个讲这是政治性质，你袂使引渡；两个讲毋是，你会使引渡。啊，所以输去啊，啊，输去就甲引渡啊，吼。啊，引渡了呢，我伫港啊内底呢，我绝食抗议，吼。啊，抗议吼，规礼拜吼，啊，无食无啉哦，啊，飞到机顶的时吼，人就昏去啊。飞机呢，随降落吼，但 Stockholm 随便飞起来，啊，伫丹麦随降落啊吼。讲即个人爱昏伫飞机顶，哪会使降落去丹麦？啊，丹麦了，甲送去病院。啊，即、这个要甲迄个掠去美国的两个警察，哇，真紧张啊！啊，当。但无法度完成任务咧，要安怎？好，我就直直找迄个航空公司吼，我倒一个航空公司要阁继续甲飞倒去美国啦吼。结果找无咧，找着一个航空公司讲会使，我甲你飞来伦敦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无代无志甲飞来伦敦去啦。啊，所以我就入去甲伦敦啊。啊，伦敦的移民局吼来找我讲，啊，你知影你人伫倒无？我毋知咧。伊讲，即就是英国伦敦安尼吼，啊，你非法入境英伦敦吼，非法入境吼，所以要甲你扣留。所以甲美国警察讲吼，你若要定即个人吼，你来阁向英国政府提出引渡，较会使即个定即个人啦吼。啊，所以结果呢，英国政府怎啊甲扣留伫伦敦吼？夭寿啊，九个月啦，甲咱这官司拍九个月啦，吼、哦，水电三个月就解决啊，英国毋是咧吼、哦，英国有影伊的即个法律吼、哦、较深入，吼、哦，啊，但地方法呢，就拍到最高法呢，佮拍到英国的上院呢，上院有五个大法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投票结果呢，三票对两票。我搁输一票咧，啊，我到到尾都，互送倒去美国啦吼。啊，美国即个法院法官，就以即个杀人未遂哦，甲判五年啦吼，判五年，拍无死判五年，啊，拍无死毋知判几年，我毋知。啊，结果美国是安尼吼，你的刑期，你若服刑三分之一。你就会当申请假释啦，吼！啊，我五年三分之多，一年十个月，吼！所以我伫美国要关一年十个月，吼！啊，就假释啊嘞，吼！我即个申请假释的迄个批，吼，好有够侪啦，我朋友啦，啥物吼，建筑师啦，逐个拢写批讲啊，即个好人啦，你啊甲放吼，啊，所以一声就准啦，吼！啊，准了了呢，就。登去瑞典吼，因为当时瑞典政府答应美国吼，
就是讲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吼，袂使甲送去台湾。我送倒来台湾，阮四个啊吼，迄九条命嘛要交咧吼。啊，就讲第二就讲，你若服刑了吼，随时欢迎倒去水电安尼。所以我等美国的刚刚出来了，我无任何证件，啊，就飞倒去甲水电安尼吼，都真顺遂的入去啊吼。啊，所以等水电呢，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吼。啊，咱知影北欧这国家吼，和台湾完全相反吼，吼，伊是寒到要死吼，啊，台湾是热到要死的吼。伫水电那时候住伫冰箱内底吼，伊的温度拢真冷吼，啊，伊的热人的时间吼，7月、8月上热吼。伊上悬都要20度啦，吼、哦！啊，2个月时间尔尔吼，啊，了呢，哦，就足冷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冬天伫水顶啊，你看无日头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迄个起来，早时起来了吼，日头已经都差不多要落山咧吼，你看无吼、哦，啊，下班了嘛是看无。啊，所以天气的关系吼，啊，水电这个国家吼，诶，自杀率阁不只悬吼。你若无看到日头吼，人的心情会真郁卒吼，这可能有关系啦吼。虽然水电的国家，哇，伊社会福利非常好，啊，这国家会使讲是全世界吼，我经过的所在上好的一个国家吼。伊即个百姓，逐个真，要安怎讲，安居乐业啦吼，逐个那时候真快乐安尼吼，啊，毋免像美国，美国较紧张，足紧张的吼，啊，水电北欧这国家较袂吼，较轻松，啊，拢受着保护吼，啊，法律也足好的吼，啊，水电的囡仔吼，伫迄个老母的腹肚内开始吼。都受到政府的照顾啊！一直到出世到读大学啊，拢政府的。所以因的观念就是讲，囡仔是国家的吼，啊，国家负责甲你照顾，吼、啊。啊，所以当细汉吼，你出世，我产假嘛，几年的呢吼，产假啦吼，啊，佮即囡仔的即、这个啊，daycare 要安怎讲？幼儿园以前的吼，吼、哦，这拢甲你免费，吼、哦，所以照顾了确实真好吼、哦，真好一个国家啦吼。伊、哦、国家较无甲1000万人口啊，吼、哦，我伫遐时阵较700万尔吼、哦，所以是真好一个国家吼、哦。将来台湾嘛应该爱安尼学习啦吼、哦，百姓爱照顾吼、哦，啊照顾这百姓吼、哦，啊你就是向。即财团、企业啊，扣税，吼、哦、啊，照顾即个较弱势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时间是毋是要休一下，吼、哦、休一下10分钟，好无？吼、哦、好来，开来介绍，吼、哦。